疫情防控的要求，那么我们统筹了省内的检测资源，火速建立了我们这个气膜移动实验室。我们现在这个气膜移动实验室的这个整体的检测能力能达到280万人份每次。那么今天凌晨，我们两个气膜实验室已经搭建完毕，已经开始进行一个样本的检测工作。截止到中午12点，那么我们已经收取了5万份左右的样本，也出了1万份左右的这个结果。